我们这个通过原子单位的这个原子单位的引入啊，然后就是再做了一些变化啊，变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方程啊，这样方程，这样方程也就是我们这里的啊。如果我们后面因为都是常数嘛，我们把它看成这样一个，那么这个方程就为我们进行分离变量提供了什么？提供了一个基础。我们曾经讲过的，对于解偏微分方程，就是多变量的那微方程的话，那么我们一般都用分离变量法。那么对我们这样一个体系，三个单电子三个的时候用分离变量，那对多电子的时候更要用分离变量，对吧？而这种分离变量里面更重要一个就是什么？先把电子分开，然后每个电子什么，再把这个 RC 的 V 分开，对吧？那么把电子分开这个过程啊，以后就我们就叫做单电子进式啊，单电子进式。对吧 ？One electronic apolar machine 啊，就是说它是这样一个单电子的那个进式来做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这单电子进式怎么做呢？那么我们这方再写一遍啊，写一遍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作，就是什么？首先把这波函数变成什么？变成功所有的波函数乘积。我们曾经把一个三维的。比如 R 西塔非的乘积，也就是作为分离变量基础，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啊，变成这个不乘积啊，乘积啊，这就是一个单电子进式啊。当然将来我们发现单电子进式会对我们后面的理论发展、理论计算带来很好的前景、很快的影响啊。现在的量子化学、理论化的这种计算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，但是也带来了隐含了很大的问题啊，问题。啊，这个以后做不会给大家交代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偏微分方程，我们先来讲分离变量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把原来的波函数变成这波函数。那么这个在物理意义上是可行的，因为波函数代表状态，那么它的平方代表几率啊，代表概率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它的乘积，这个乘积平方也等于原来每个波函数的乘积平方。那么也就等于每个电子的啊空间出现几率乘起来，是从这个物理意义上面还是可以满足了。可以满足的啊，再来嘛，我们把这个就带进去。这带进去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这里就写什么，这里就写这个乘积啊，写成乘积。那么这里写乘积，这里也是乘积，对吧？乘积。然后我把这里的乘积怎么除过去，除到这里分母可以吧？在这里，除到这里分母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什么？对，它是每一项一项来做的，每一项来做的。那么每一项是什么？这跟 I 电子有关系的，啊。那么除了 I 电子以外的其他波函数，可以什么？可以悄悄的什么？跑到什么？跑到算物前面，没关系对吧？跑到算物前面，跟后面一个什么分子里面的什么一串这个乘积啊，里面除了 I 以外的都什么都用掉了。所以说每一个一项，这有什么留下前面的 I， 后面 I。对这个 I 的算符，那么 I 等于1的时候，那么这里是1，这里1 I 等于2的时候，这里2，这里2 I 等于3的时候，这里33，那么 I 等于 K 的时候，这里 KK， 这样就是变成什么？变成 K 项。而这个 K 项有什么一个好处呢？就是每一项这包含什么一个电子的坐标，就是 I 电子坐标。那因为不是这里面只有 I 电子，这里面 I 电子，这里面也是 I 电子啊，这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啊，用把它带进去那个啊，我们打了个大问号，就说明它给我们这个计算带来很大方便，但是也隐含了啊很大的问题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看，那么就得到这样的方程啊。那么这样方程我们就知道了，这是一个什么一撇，我就写了这一撇，这一撇这个常数。那么这里什么是 k 的，就是什么就是项加起来，
那么每一项代表第一个电子坐标，第二电子坐标，第三电子坐标。那么对每个电子坐标，它是自己变量，都可以变的，任意可以变的。那么有 k 项都可以独立项变的那些 k 项，加起来等于常数。那么要求什么？要求这个 k 项每一项都等于什么？每一项都等于常数。明白吗？好，每一项都是常数。那么我们就把每一项怎么都变成什么？变成功 ，E R 也可以吧？哎，这个每一项做出来都是常数，那么每一项一项就等于一，第二项等于一二，第三项等于几啊？就每一项等于 E R。好，每一项等于 E R， 就是说在光谱里面这个东西啊，哎，作用在 plus R 上面就等于 E R。那么这样呢 ，E R 就在这里，然后我再把下面的 plus R 再乘过来，那么又等于什么？又等于这样的，就是说啊。前面一个 HI， 后面一个 plus I 等于 EI plus I， 啊，就等于怎么样？等于这样，就是 H 是 I plus I， I 等于 EI plus I， I 啊 plus I， 就等于这样的一个啊。注意这个 RI 就是这叫 RI 了。啊，就得到这样的。那个关系式啊，这那么这种关系式有几个呢？应该说有什么 ？I 等于什么？如果 k 个电子的话，一、二、一直到什么到 k 线啊，有 k 个电子肯定都到 k 线啊，到 k 线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解出来那么多 EI， 然后呢，那么我们说这 EP， 我这里的 EP 等于什么呢 ？EP 就等于什么？加起来，是吧？加起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前面的算符什么是加起来啊，加起来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后面也是加起来，就再加起来。好，那么这样，我们刚才这个式子有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多电子原子的能量，是吧？这是什么？我解出来每一个电子的这个能量啊，那把每个电子能量加起来变成 EP， 那么多电子能量就等于什么呢？这种能量就等于什么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，就等于。这个 EI 所有电子能量加起来再加上、再减去什么呢？减去两分之一，因为我们多算了相互作用能不是这个，应该是已经积分积掉了，应该是结啊，已经积分积掉了，所以就是我们等于这样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怎么来的？就是这里才将就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式子就是 EP 啊 ，EP 怎么来的？就是每个方程解出来啊，这就叫什么？叫单电子进式啊。所以再一个呢，就是单电子的 one electronic approximation 啊，就是这样的单电子进式啊，使得我们什么可以把相对方程分离啊，也可以把什么把这个计算呢做的比较容易起啊，容易做了。啊，那么要注意，将来解出来的能量的时候，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减去在后面一项，因为我们是把能量多算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方程，比如说我什么，这个类似像氢原子的啊单电子方程了，但是要注意，它跟氢原子不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它跟氢原子还多了这些，把其他电子对它作用的什么作用能什么一种平均化的这个项，这项。那么到底如何来处理这项？就将来就。发展了什么很多的方法，或者是这进式怎么样？那么我们现在讲一种最简单的啊进式模型，看看啊什么人家怎么做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以前中学里啊，或者我们这个啊这个以前的教育里面得到的一些信息，都是从这条线得到的，就这条线。那么第一个叫什么？叫中心立场 approximation 啊，就是 central field 的 approximation。那么意思是什么呢？本来你看这一个式能是什么？是跟自己电子的空间运动的坐标什么有关系的啊？现在把它变成中心力量进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认为人家电子对我的这种作用，这跟我的什么？这跟我离原子核的距离有关系。那也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把其他电子的所有的作用，因为平均了嘛，平均了就都归到什么？归到原子核里去了，归到原子去了。那么这样呢？哎，这样这种力呢，就对我这个电子在空间运动什么，这跟什么？这跟我在离原子距离有关了。而我在空间到底什么位置、什么方向，西塔菲是没关系的。啊，这个假设就是称为叫中心力场进式。啊，这个进式是很有效的，但是
这个镜子里面肯定会带来什么？带来问题的啊。对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看看这种镜子做出来的结果怎么样。好，那么这样来呢，我就把这个变成什么？变成它了啊。本来是有向量嘛，有向量，这时间呢还包含了 RC 的费嘛，那 RC 的没有就变成这样了。那么这样来呢，这个方程就变成这样的方程啊。那么这样的方程，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分离变量分成什么 RC 的费的。你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势能部分就是什么，这跟 R 有关。势能部分这个 R 有关，跟我们氢原子也差不多，氢原子也就是势能部分有关。不过这个势能呢，这跟 R 这个这里还多了一项，都没关系，这个都是 R。那我就把势能都归到 R 里去，啊，那留下来角相部分就是什么，就没有势能，啊。那么我们做这样的工作，就把波函数再变成什么，按照我们氢原子一样的变成什么，变成两部分，一个径向部分，一个角相部分。好，那么把这个带到磁场里面去，那么我们可想而知，它的角相部分跟氢原子什么是完全一样的，是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哈密顿里面角相部分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拉普上部里面角相啊，函数势能里面没有角相的，就跟氢原子一样的。所以这样变化出来，分离变量出来的那个角相的方程，就是我们氢原子的方程。我这里不讨论的。不同的，那么它的解出的解呢，当然就是我们很清楚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 y 啊，出来两个量子数，再出来两个。那么现在我们是对 i 方程，那么将来可能有 i 啊，这个 i 是也这个有 i 表示，用 i 表示对吧？两表示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每个 i 都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角相部分就是这种啊这种形式的方程。就这种形式方程啊，是，所以这样呢，我们把氢原子的角相的所有的结构都可以拿到我们多原子体系，但是要注意是在什么，在中心立场情况下，就是啊 central field approximation 这样的条件下，是什么？氢原子的所有的角相部分的结构都可以搬到什么多电子原子对吧？啊，这是我们那个啊讲的。好，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角相部分我们什么就得到了，就得到这个结果了啊。那么留下的部分就看镜像部分了，那么镜像部分就是它了啊。那它的就是什么，就跟氢原子的比较了，就多了这些啊，就多了这些，多了这些。好，那么多这项，这项那有人又会向它把它简化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这项也这是跟 R 有关的嘛。那么而且这种静电的相互作用一般都是什么？都是 R 分之一的关系，对吧？都 R 分之一。那么你不要看上去搞得很复杂的，实际上我把它再来简化下去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功，你这个就对吧？就等于 R 分之什么 ？R 分之 sigma 可以吧？把这个 U R 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个 R I sigma I 啊 ，sigma I 就是什么？就是说所有的其他电子对这个 I 电子的那个屏蔽。啊，那么这个在中心立场情况上也是可以的，所以把这个就变成它，啊，那么这个 I 代表什么呢？是代表其他电子的作用，那么这 I 就代表这个价和，就所有其他电子的作用加起来就是对它的。那么这个一项是什么？就是结电子对 I 电子作用，结电子对 I 作用，那么把所有的其他电子都加起来就是这个。啊，所以这样来呢，我们把这个方程，如果这样说的，我把这个方程带到这里去，就变成这个结果了。嗯，这个结果，啊，这个结果，啊，对的，因为这是正的，那么十一呢，原来是负的，啊，那么原来十一的负的，结果变化以后呢，在这里变成就正好了，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西格玛就变成什么，变负了，啊，原来它应该正的，因为啊这个电子电子排斥正的，但是啊这个核对电子作用呢应该是负的。但是刚才这个我们通过变换以后，这里变成正好以后呢，那么这就变成这个结果。那么这样呢，你看问题简单了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方程又跟什么跟氢原子更类似的，就只不过在氢原子里面呢，原来是 11, 现在变成什么，变成11减什么减1啊，11减 sigma 啊，那 I, 那么这些这些嘛，我们干脆可以去叫它11飘，对吧？因为11是什么，是原来的1234是数目嘛，啊，这个参数嘛，那么我现在可以把它变成这样。那么这样的一来呢，我这个方程就跟什么，跟瑞青离子的这个方程呢，又很相似了，也很相似了啊，又很相似了。
这就是史莱彻提出来的什么一个屏蔽的一个概念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完全可以得到它的能量，就我们把原来氢原子能量就带进来，这是什啊？这是什么？原来的原子单原来单位的啊，原来就是这个S 这个 S 单位啊，不是 S 就是经典单位的。现在这个组织液，这个也是液了，这个也是液了，就马上变成，等于两分之一的极减去这个啊屏蔽常数。那这就是史莱彻引进的一个屏蔽常数的一个做法。那么要注意，屏蔽常数在什么镜子下呢？首先中性粒子上镜子，中性粒子镜子下以后，那当时先是什么啊？氮电子镜子把分子轨道啊，把原子不按数变成原子轨道，把这一个分开来，变氮电子的原子。然后呢，再在中性粒子上镜子下，然后再什么？再史莱彻用一个屏蔽的那个效应来讨论镜像啊，讨论镜像，就是说我们用中性粒子上办法来把角相部分啊简化，然后又用这个啊屏蔽常数来把镜像部分得到简化，啊，所以这样来呢，就是我们得到引进了一个有效核电荷的概念，啊，就是在一个多电子原子体系里面，啊，那么一个电子呢，它只经受到什么？经受到一个排斥，这个排斥可以表示为什么？表示为一个负的点电荷啊，在什么？在原子核里面对它的作用，它的数量上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就是总的就是电子啊，在一个球。啊，半径的这个球里面的总的一个电子数目，就是在我这个电子在外面的时候，它里面的电子大概总的数目多少？这个数目呢，当然小于它所有的电子加起来数目啊。那么这个效应，这个点电负电效应呢，就减少了什么？就原来核的这个电荷减少电荷，就把原来核电荷从什么从十一亿啊变成十一有效亿啊。那么这个有效十一有效亿呢，就减去什么？减去了屏蔽常数。这个就叫屏蔽常数啊，或者叫啊 screening 啊 constant 啊 screening constant， 也有的可以叫啊这个啊 shared constant 啊，就屏蔽的常数啊。那么它是一个决定那个一个子敲层的啊。那么这个等于什么？在这个内部的电子的一个加合起来啊，加合起来。好，那么有了这样一个结果以后，那么实际上我们氢原子里面的这个。角相的部分也好，镜像部分也好，我们上节课开始讲的那大对图形，那大的规律对多电子原子都适用了。这不过什么？怎么区别？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说，你原来是十亿，我现在变成什么？十亿一片，是有效。那么十亿一片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减去一个什么？西格玛啊，就屏蔽常数。那么西格玛到底怎么来定的？那史莱特就提出了他的规则了。啊，这西格玛怎么定呢？就是说他呢？史莱特先把什么？把这个电子呢分成个组啊，叫 grouping 啊，分组。那么 1s 一组，然后 2s 两 p 组 ，3s 三 p 组 ，3d 这个组 ，4s 四 p 组，这个随着一组一组分开。好，然后认为就是什么？外面电子就是说，譬如说，举例子啊，我考虑 3p 的时候，那么 3d 以上的电子，就外面电子对它的屏蔽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因为外面电子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它的比它的外。这个我们从镜像分布可以看出来了。那么当然对它的屏蔽就比较少了，那么就屏蔽等于零。然后呢，在同一组里面呢，它有两个规律啊，就是它是 0.3 啊，这 ES 同一组 ES 跟 ES 之间是 0.30， 一个是 0.35 啊，这是它的经验规律啊，经验规律。好，那内层关键是内层的，在内层里面呢，就内层里面就 1.0 了，就是你如果是在我内面，那么你对于屏蔽我效果是 1.0 效果零。那么对 S 跟 P 电子来说，那么大概只有 0.85 啊 0.85